者方慧洲台北报道，从复古斜纹字灰黑白格纹体花到墨西哥风多色提花，迪欧男的推出以全刺绣帆布所制作的时尚购物包。名媛孙芸芸日前就在 IG 分享自己使用复古斜纹字灰 DIOROBLIQUUE 托特包的样子，感觉就是牛仔裤白 T 搭一搭就超有型的。迪奥这个称为 BOOKTOTE 的托特包系列相当轻盈，和无衬里的服装一样，内部宽敞，适合日常和旅行使用。异常鲜精美的埃及棉质，呈现柔软度、光滑度与耐用性，确保长久耐用的秘诀在于其六层交织的结构设计，呈现复古斜纹字灰的 DIOROBLIQUE 托特包，是 DIOR 创意总监 MARIAGRAZIACHIURI 字码克伯尔 Much Burton 于1967年原创设计的 DIOROBLIQUE 帆布汲取灵感，构思出具有70年代造型风格的提包，为了现原版面料致敬。现任创意总监希望由同一座纺织工坊继续制作 DIOROBLIQUE 帆布。制作这块面料并不简单，由五种颜色的棉线编织而成，制作一匹 DIOROBLIQUE 帆布需要超过9700条棉线，将每条纱线置于提花织机的每一个钩针进行打结，就需要整整一天的工作时间。孙芸芸以 DIOROBLIQUE 托特包造型翻摄自 IG 孙芸芸以 DIOROBLIQUE 托特包造型翻摄自 IG。